guys, welcome to another new week. 今天是5月14号，然后我刚发现我的牛奶是5月13号到期，应该还好吧？应该不会拉肚子吧？大家看，我真的是弄了一个很大的 mess。我刚忘记跟大家讲，今天其实是5月14号礼拜二，因为昨天前一天我忘记是为什么，但是香港是放假，然后昨天也是我跟 Ian 的2周年纪念，所以我上个周末跑去大阪这样子。假期完的工作就会特别的 intense， 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仗要打，然后加油。计程车，就我下车的时候，我跟司机大哥讲说唔该晒，然后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说嗯，然后我刚在 Starbucks 那个店员给我咖啡的时候，我跟他说阿里嘎多塞马斯，整个语言大错乱。好，什么重点？今天天气好热哦，真讨厌夏天。现在呢？现在时间是2点。大胖这个架子嘛，这边是我的零食柜，我有海泰饼干、胡逸轩的红曲饼干，还有我的图书馆给我的这个冰梅。嗯，香港今天有29度，但是啊，这边的中央空调其实是蛮冷的，所以。嗨，大家，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分享给你们，就是呢，我刚准备要解决掉我最后剩下一点点咖啡的时候，悲剧发生了。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I'm filming a vlog. Hello. 干嘛动我？你的鼻孔很大。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呢是星期三，然后我今天其实早上11点有一个会议，所以我大概在5分钟之内就要赶快出门。但是我有些东西想要给你们看。他说我昨天呢晚上睡觉前，我用了这个 Cosrx 的 Sleeping Mask。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这个 Low pH Good Morning Gel Cleanser， 这个真的是我用过数一数二好用的，就是洗面乳这样。那这几个东西呢，都可以在 YesStyle 上面找到。然后谢谢他们这次送我这个礼盒来提。Yeah, 那我这边呢也会有一个9折的优惠码，会把它放在下面，然后有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可以注意。我没有收任何的佣金，纯粹是一个折扣券，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YesStyle 上面买东西的话可以使用这样。这是我在捷运站，不是捷运，这边是香港，这是我在地铁站的东海堂买的。哇，完了，我的会议迟到了。Hello guys， 现在已经10点半了，不过我今天想要去 gym，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会穿着运动衣服的原因。Ladies and gentleme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前面一支影片，就是我买了一台咖啡机想要给伊眼，但是我忘记他现在在日本，反正就是电压不一样，所以我把它带回来了。既然我都有一台咖啡机，我今天想要来尝试自己煮咖啡，这个就叫做 DeLonghi， 我，然后我现在要把它放到 ，Instructions to use， OK 。
press that. Turn the appliance on by pressing the on and off. Oh, here. Press. Oh. Oh. Wow. What? Turn dial to. Oh my god. What is this? Okay. 现在我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我这天呢，为了这台机器，我发现我家没有那个咖啡磨豆机，所以趁着昨天搜狗周年庆，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磨豆机。Rest appliance on the flat surface. This is flat. Anti-clockwise and lift. Anti. 这样是顺时钟，这样这样是哦。好香哦 ！Sorry， 你闻不到。我怎么知道它多少啊？我先随便。哎，为什么不动呢？我知道原因了啦，我按得不够大力啦。Good. 好，接下来呢，我要来煮咖啡。我想，哇，好。Cheers. Good morning, guys. 啊，我刚本来要把它就是拿起来，就是清掉，结果没想到它里面还是湿的。完了，我要来研究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今天想要自己煮晚餐，所以我要去买菜。会有下冰箱里面什么都没有，而且对，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个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煮饭的时候一定要把头发绑起来，不然就觉得哪里不太对？我今天晚上想要吃这个千拌面，我之前就已经有吃过了，但是我来香港之前呢，又再买了两盒。然后我跟你讲，Momo送货超快的，我早上订它，但下午一两点就到了吧，神速。它里面就是有这样一包一包的千拌面，一个麻油包跟一个酱料包。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吃姜的，所以我刚刚特别再多买了一些姜，等一下想要把它再加进去一点。配菜的部分呢，除了刚刚这个烧肉之外，就是青菜，然后可能加一颗蛋，就是营养均衡一点。失败的荷包蛋变散蛋，叮当，有够香。Hi guys， 我现在正在煮开水，然后想要在我吃掉最后一颗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日本糖果，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很像是抹吉的样子，它吃起来有点像是花生软糖里面然后有抹吉 QQ 的样子，你看吗？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Friday. 今天呢，我昨天晚上大概三点半还是快四点才睡，然后我今天完全爬不起来，头超痛。Hi guys, 我到公司了。今天起得太晚，导致我没有自己做咖啡或者就是吃早餐，所以 as per usual， 我今天的早餐
其实也不算早餐啦。然后我吃的是 Starbucks 的 bagel， 还有黑咖啡。好，我现在有几件事情比较急要处理，然后我觉得把头发绑起来感觉会比较专注。我们等会儿见，拜拜。现在我要准备去小港的 Google， 然后好的，我到 Google 了，然后我现在等窗口来接我，有点尴尬，我一个人站在 Google 门口，傻眼。我大概五分钟就结束我今天在 Google 做的事情，所以是不是非常效率？然后既然我都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到公司旁边的鲜芋仙。台湾好像已经没有鲜芋仙了，而且我今天来也不是吃鲜芋仙，我今天点的是红茶鲜奶霜。回到办公室，我现在来试喝这个鲜芋仙的红茶鲜奶霜。其实在台湾就是讲奶盖啦。嘿，我吸不到。我没有喝到奶盖，不优秀。我喜欢那种很肥的奶盖，就是喝起来会有点咸咸的，很奶的那种。这喝下去只有红茶味，而且我红茶还是半糖，所以几乎等于没有味道。Hey guys， 今天真的是太令人兴奋了。今天呢，台湾正式成为同性婚姻合法的，应该是亚洲的第一个。虽然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议题，觉得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然后时代在改变，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那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社会可以对不一样的人更友善。我的记忆卡现在剩四分钟，然后快要没电了，所以接下来，see you guys then， bye。Guys,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六，然后因为这是一个一周 vlog 嘛，然后因为星期一放假，所以就没有录到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就多录一天好了。然后现在呢，其实已经一点多了，我昨天大概三点半才睡觉，然后我今天一路睡到十二点，然后赖床到刚刚，哈哈。我现在准备弄早餐，哦，好想睡觉。这几天真的睡得不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就是打定主意要来就是补个眠这样。今天的早餐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花生酱现在不边缘了，它旁边有一个 B 群陪它。今天的早餐呢就是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andwich， 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来烤东西。其实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可以烤东西的，还是它只是一个微波炉。上看体操，然后我刚刚在看那个 UCLA 体操队的 senior video，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念舞蹈班到高中，所以我对于那种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一个目标这种事情，就是特别容易就是被感动这样。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我刚刚本来想要下午的时候去这家咖啡店，但是呢现在已经三点了，然后我整个就是完全不想动。我真的可以待在这张床上一整天，你看我都已经换好要运动的衣服了。我本来打算我吃完早餐之后休息一下就去运动，然后运动完回来梳洗一下就出门，但我现在穿的这样子，然后完全不想要出门。但一方面我会觉得这样才真实吧，就是我是真的不想出门，所以为什么要逼迫我自己走出家门这样。Oh my god， 现在呢已经晚上七点了，我刚刚就真的躺在床上耍废耍到七点钟，我到现在还没有就是踏出我的家门一步。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 gym， 然后去完 gym 之后我想要出去吃饭，但是我还没有想到吃什么，就等一下看感觉吧。 Let's go。 Hi guys， 我刚洗完澡，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还有一点点湿。我不敢相信我现在要干嘛，我决定我想要去铜锣湾。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快要晚上九点了，我想去干嘛？我想要去买手摇饮料。My people, it's time to move out. Show 'em what we do now. They say that work seems so hard to follow. I am not a role model, only a teacher. Teach 'em when the school's out. Preach 'em and preaching to each his own. Hey guys.有被吓到吗？我现在回到家，然后我在敷的是那个 Innisfree 的火山泥面膜，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 weekly vlog。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给我一个 thumbs up， 然后呢订阅我的频道。 I'll see you guys in the next one， 拜拜。不过呢，我发现虽
vlog 真的很难剪，就是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有时候素材都可能快要2个小时之类的，但是拍 vlog 的确是蛮好玩的，我很喜欢。